这个星期时代达人的节目主题是花卉。不对，森俊，你可以送我一朵花吗？送你。对啊。我们请老师讲一下。你每人一个。哎，你这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啊？对，有时候太阳就是很刺眼的话，就可以这样子遮住他的眼。这是示范吗？这个是 NG 示范啊。时代达人每逢星期天下午1点钟。如果想要重温的话，可以上到 www.com.my。